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陈文茜陈老师以及卢秀燕市长和卢秀芳主播。奇怪，今天是我们现场来宾最多的人哈。这是来看市长，还是来看美女，还是看两个？来，我们请你们两位先坐一下，好，来坐那边。我让秀芳这种漂亮女生，她们两个跟我隔一点距离，这样子。你知道，人有的时候照镜子。你看自己，不要看别人，以为自己还可以，再看到别人就知道自己垮掉了。所以他们两个离我远一点点，这样。为大家介绍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第二个，介绍我办公室的邻居、好朋友，我非常喜欢的女孩，也是卢秀燕的妹妹卢秀芳，中天的当家主播。这两位。他们人生最大的优势就是长得标致，他们人生在竞选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长太漂亮的人，人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的人生经历多少艰辛，最后才如何一步一脚印变成今天的台中市市长。刚才记者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到请卢秀燕市长来讲话？我说我在亚洲大学教课已经教了非常多年了，我从来不请当职的政治人物，没有现任的政治人物。那我会请卢秀燕市长的原因是，可能秀燕姐不太了解，秀燕妹妹叫错了，秀燕妹妹不太了解啊。就是我先观察她，也是她告诉我才知道他们家的故事。我跟她说，你为什么这么热衷这些事情？她说，文茜，你知不知道我的本性最大的特质？你记得你那时候说什么吗？就是鸡婆，有没有？就是很鸡婆。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从小是在基隆长大的，爸爸是非常普通的，在军队里的上班的，他妈妈呢是非常认真的在外面工作的，补贴家用，而且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那秀燕就知道说，她也要很认真学习她妈妈的精神。后来她完全不是靠任何家庭背景，因为她家是没有背景的，他就进了当时的三台电视，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个机会，他的妹妹也可以进来，他就很快的就照顾他妹妹，然后接着他嫁来台中，嫁来台中以后就担任立委。我所认识的很多政治人物，做一届立委啊，就想要做市长，或者是做一届市议员，还没有做。像这次我选举，我就看到好几个人，有的人刚刚当选市议员，看到台北市有一个大安区是很好的选区，就想一堆人都想要去选立委，然后就有人会来问我说，我赞不赞成？我说我不是跟你讨论你会不会选上，我说我非常不赞成这种政治态度，你把前面投你票的老百姓当成什么，以及你把你的政治工作当作是什么？卢秀燕在台中市担任了多少届立委？我已经忘了，到了几届啊？六届，我的天哪！还有省议员啊、哦？那你长得太年轻貌美了，你已经快要跟王金平差不多了，这样。头发比较多，我很小就当了，那我十岁就开始从政。然后呢？你看这么六届立委里头，有好几次。其实胡志强市长都希望他出来选干什么，他都会尽量承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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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他觉得该是他出来的时刻，他竞选，而且非常有风度，因为他跟他进行初选的人只落败他一点点的时候，他三番两次的拜托对方当他的总干事，而那个人才刚当选立委不到一届，对方刚开始是并不觉得应该做他的总干事，主任委员。然后他呢，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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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请托，所以没有大牌，完全没有架子，完全没有。
我后来看到他，其实我是钦佩的。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你啥东西啊，心里是这样子 OS。 可是他不是，他就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个怎么办，这要怎么解决，这一定要整合。然后他当上了市长以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跟其他我所看到这一次当选的六都市长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媒体的经验、主播的经验，还有立委的经验。当他开始做市长的时候，他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像我以前也当过好几个不同市长的市府顾问，那些市府顾问都是什么？第一，犒赏竞选功臣，拿来做酬拥有的。我们现在的国策顾问也常常是这样。第二，就是拿来做花瓶用的，像我这个样子长得一像葫芦了，还常常被拿来做花瓶这样的。可是他不是，他完全了解这些位置可以变专职，如何跟既有公务系统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刚刚就看到以前在我们事业周报的同事叫钱义军，你知道高行健多爱他吗？好，我带他去法国采访高行健，他就跟拍了高行健，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的度过了一天又一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很喜欢钱义军，而且因此对文献事周报印象好得不得了。这跟我没关，这完全是跟钱义军有关。他很会看人，他找到了钱义军。一般我看到的现实首长就会直接把这个人拿来做新闻局局长，可是他很了解没有公务经验的人直接做局长是很危险的，所以呢，他就会让原来适合公务体系的人去做局长。但是他的市府顾问是专职，然后这个专职他有外面的人脉，丰富的经历，他可以来盯着这个，也不能说盯着，合作，然后使这个新闻局局长可以把这个工作更上轨道，更拓展他的视野跟人脉。他从故宫也找来故宫我认识的一位姓李的女士，他把故宫的人找来，也不是直接做文化局局长，因为他可能对台中市并不熟悉，虽然他也是公务体系出身的，但是呢，他就让他也变成专职的市府顾问，然后协助文化局，将来文化局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在公务体系里头不会乱掉，第二个他知道怎么带公务人员，第三个他不会过度的保守，既有优点，然后又有外面进来的优点。哇，你对我的人生很了解啊！你拿麦克风，我你对我人生了解，你有去我的市长室装什么东西吗？没有，我你。我有跟美国的 NSA 合作，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啊。那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卢秀芳来，其实秀芳呢很了解她的姐姐，她可以跟我们讲更多属于她的故事。秀芳很可怜啊，她第一个她是大美女，都不用讲了，但是她老是被放在主播台上，坐在桌子上，所以你们运气很好，可以看到她全部的身材。每次呢看到她全部的身材，我就好高兴。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每天看到几个这个 Playboy 上漂亮的女生，我就知道说我这一生如果以追求美丽跟良好身材为我的目标，我只有自杀意图这样哈。那秀芳就在办公室在我隔壁，我每次看到她，看她一眼，就好像看了一朵花，这么漂亮，真好的女人这样哈。那她其实是一个搞笑型的，她其实是个谐星型的女生，被新闻耽误的谐星。所以他待会儿也会来跟我们多谈一些他跟姐姐两个互相长大，他怎么在姐姐身上学习，以及跟各位分享当最近有两个职业的调查，什么是最不受信任的职业。对的，我真的恭喜你，你两个你倒数三名都有。倒数第一名叫新闻记者，倒数第二名叫立法委员，倒数第三名叫政治人物，所以你是三合一这样子哈。我们家两个都全了，我妈真会生啊。我是倒数两个都有哈，那但是呢，仍然是有理想的人。这里头，我其实想让秀燕市长最跟所有的人分享的事情，就是他并不觉得他自己特别优秀。他永远觉得他很多事情要战战兢兢地学习。我在一路上看着他，不管在立法院问政或者做任何事情，他其实会让自己进入不同的委员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地学习。所以我如果说看到有一个人像好学生一样，这个好学生不是模范生啊，就好学生一样在政治里头仍然一直在学习，而且不觉得说我就是要抢这个机会，我非要这个机会不可，然后一旦有了机会好好的运用他的权力，也很少随便乱炒作新闻的人，就是卢秀燕市长。
那希望他的态度跟他对工作的专业，以及即使牵涉到权力这样一个经常使人变成 evil 比较会变坏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头，都可以保持他做人的美好。我们先给他掌声，然后他有十五分钟的话，我们先请他讲话。谢谢。谢谢文倩，秀芳，我们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今天真的是很高兴有机会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其实就像文倩所讲的，我的人生超级平凡，我的出身也超级平凡。那可是呢，我一直有个想法，我觉得人只要努力啊，勤一定能够捕捉。那所以我这一生当中都比别人还要努力。那所以我很愿意，但是因为我很平凡，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如果希望能够这个工作能够做好的话，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所以我跌的跤也比别人多，那受的打击跟挫折也比别人大，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那也因此一生当中吃了不少的苦。很多人看到我，哎，从这个大学生，然后进去当记者，然后后来成为这个台湾第一个地方媒体的电视台派在地方的中部采访主任。那后来又从政，那省议员、立法委员到市长，好像一路都很顺遂。其实中间所面临的这个辛苦，所面临的困难，所面临的打击，所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压力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呢只要能够比别人更勤奋、更努力想开一点，你要知道说你的初心是什么，那我觉得就能够克服。所以我因为一生当中受到太多的挫折哈跟困难，所以我很愿意就是跟大家分享，不是来教大家什么事，而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还要辛苦，那种辛苦是压力的辛苦，跟我们那时候包括劳力包括这个身体上的辛苦还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年轻人所承受的四面八方的压力，包括家庭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同侪压力，比我们那时候还要更大很多。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情形，那是不是可以互相分享，大家少走一点冤枉路，少受一点罪，就是我来来演讲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待会也许更多的时间给大家，那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那提供出来给大家思考，给大家激荡。那今天非常谢谢文倩给我这样的机会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文倩说，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十五分钟哈。我跟大家报告，对，我出身非常平凡，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高中毕业，我妈妈国中毕业，我爸爸就是是个军人，那就是一个一般校级的军官，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跟台湾的妈妈一样哈，那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家庭长大，那也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的背景，所以那我又是长女，那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知道说我的人生要靠我自己。那别人都帮不了忙，所以我老是会有这个杞人忧天，老是想说，哎，那我的学费要哪里来？那我进到社会以后，我要去哪里工作？哈，那我能不能养活自己？我能不能帮忙家计？因为我是长女，那所以呢，我从小就有这个忧患意识。那也因此呢，我在大学期间我就去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我那时候可能台湾政府都还学校还没有那个什么双学位或是复修都还没有，你进到哪科系你就可以进哪科系。可是我会到别的这个科系里面去旁听哈，去做准备。然后暑假期间我也会去做一些实习工作，因为老师觉得说别人帮不了自己忙，我只能靠自己。所以我是政大地政系毕业。那我政大地政系不是那个 earthquake day 当，不是那个 day 当哈，我是土地经济 land economics 的土地行政地政系毕业。那时候地政系毕业很吃香，为什么？台湾大学有地政科系的很少，可是所有的政府机关从中央
啊，内政部地政司一直到县市政府的地政局，包括各乡镇都有地政事务所哈，所以他需求的人才很大，可是毕业的科系太少，最大的一个就是政大毕业50名，一年毕业50名，中兴大学、逢甲大学，还有这个成功大学的都市计划系里面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的组士，所以它产量太少。所以那时候我如果去高普考啊，我们几乎没有百发百中，也有98%中哈。所以那时候我的学长学姐绝大部分都是走公务路线哈，就是高普考，刚好跟什么科系相反，我不晓得在里面有没有跟法律系相反。法律系是各大专院校都普设法律系，因为它是一个学校，它就像哲学系一样，法律系都是学校的一个标杆科系。一个大学如果要成为综合大学，会有法律系。可是你法律系毕业以后，那时候了，考律师、考检察官、考法官，可以说像登天一样困难，像考状元一样。所以它产量太大，出路太少。那可是我政大要毕业前，我就觉得说我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去走公务体系，所以我之前就提前去准备。我是政大地政系毕业，极少没去考高补考，没有走公务体系的，因为那是对我们来讲是一条很简单的路。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对新闻工作有兴趣。那可是那时候新闻工作很难考，因为那时候的媒体不多啊，那尤其呢媒体不多，那所以他可以挑选的人才就很多。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如果去考一定考不上，可是我这个人偏偏我觉得人一定要努力，如果你不去努力看你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一方面在求其他的职，我就依然还是去考媒体。我那时候考了很多报社，考了很多电视台，因为刚好是毕业季，没有想到竟然给我考上，而且我考上还不止一个媒体，我考上联合报，考上新生报，考上华视。我是唯一不是政科班，我是极少数不是政科新闻媒体政科班毕业的哈。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分享，就是当你有想法、有梦想、你有兴趣的事情，千万不要画地自限。我那时候如果想说我不是政科系，我也没关系，我也不可能考上新闻媒体，那我不去考，我可能一辈子的路、人生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考上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要到电视台去工作。我在电视台工作哈，因为我没有这个新闻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一边上班还一边跑回大学去旁听哈。我就觉得说，哎，我要赶快，我怕就是比别人差，那我就去补足我的一个专业。那另外呢，就是我做比别人做的多的工作，那就是别的记者不要做的工作，我都进来做啊，从配音到这个播报，到这个写稿各方面哈，还有其他记者不要做，我都去进来做。所以我觉得我因为不足而去吸收、去努力的话，那这个效果更好。这就很像什么呢？很像国外的大学，那它里面要当你去考、去读研究所的人，他希望你有先工作经验，就大学毕业以后。不是直接去读研究所，因为 你直接去读，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经过社会上实证过。所以呢，我那时候从这样的经验，我就去我也很建议同学们，如果说在大学时候要利用寒暑假那去实习，你有兴趣的工作，你就职的科系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需要？你一下去实习，你大概就知道了到底适不适合你哈。然后这个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要赶快去寻找其他的路。那同样的，你如果要再进修去读研究所、去读硕士、博士，你有工作经验跟没有工作直接去读啊，那个效果、学习效果可能有时候是不一样。我在电视台工作的11年，那电视台那时候能进考上哈，那因为那时候是电视台的黄金时代。我大概在22岁考进电视台，我23岁开始左右，我就是百万年薪啊，因为那时候电视台哈只有3家电视台 ，TBS 才刚出来而已。那也因此呢，我们一年领2年的薪水哈，那电视台起薪就很高，电视记者起薪就很高。那一年又寒暑假发，不是端午节发，中秋发，过年发，过年。发半年的年终奖金，所以我一年赚2年薪水。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百万年薪。那我在电视台一直工作到派到中部地区来担任采访主任。那当我工作，大家在电视台工作的11年以后，感觉很稳定。
那时候因为国民党有一个省议员选举，那他原来规划的省议员候选人临时跑掉了，因为有财务问题选不下去了，就临时跑掉。那国民党就缺了一个候选人，选前三四个月，所以那到时候就访财。那找来找去，他们要找的条件，第一个要女的，因为那时候有妇女保障名额，要找女的。第二，他有现成的知名度啊，因为剩三四个月造势也来不及。第三个呢，可能要有点选举有点这个概念跟基础的，所以就找上我。这个是在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跟现在的民调一样，那么多年后一样，我那时候对政治人物印象也不太好。我自己当了11年的电视记者，我自己对民意代表政治人物印象不太好，所以刚才来找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去从政？而且我那时候在电视台百万年薪，又已经当到中部采访主，中部七县市都是我调度主管的这个范围，那我干嘛去选举啊？三四个月可能是选不上。那第二个呢，我的政治这条路对我来讲哈，我认识，因为我采访很多，可是不是看起来不像我的志愿，所以我就一口回绝。那当然那时候国民党因为很紧张，就一再找我啊，找人游说等等，包括电视台长官都来游说我等等之类的。游说很多的过程当中啊，会去 touch 到你的思考。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大家都没想到，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讲说，因为我的父母很反对，我先生很反对，我都已经结婚了哈，我先生也反对，我自己也反对。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我一辈子喜欢打抱不平哈，喜欢主持正义，我喜欢跟人家接触，我喜欢解决问题。他说，其实你的个性就很适合当记者，也很适合从政。从怎么证明？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大，你知道我在大学参加什么社团吗？在我那个年代啊，是琼瑶梦幻年代。女生上大学以后，因为解放了，头发也可以留长，不是像西瓜皮了，也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是穿校服。所以啊，那刚好又是琼瑶的小说盛行的时代，所以大学参加的社团女生大部分都去参加琴棋书画。你们知道我参加什么社团吗？我参加了，严格来讲三个社团。第一个社团叫女童军，我大学四年是政大童军团的，我当到副团长。一个人会跑去参加童军团，你觉得他的个性是什么？就喜欢群体的生活，喜欢这个要日行一善，喜欢解决别人的问题，喜欢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童子军。所以我大学四年第一个社团是叫做政大童军团，第二个社团叫什么团？叫什么？你们晓得吗？叫做政大爱爱社。什么叫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暧昧。爱爱社就是慈爱社的意思，专门从事哈弱势这个济幼扶倾的一个社会慈善工作，叫政大爱爱社哈。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寒暑假还去帮救国团当志工当干部哈。我大学就参加这三个社团，所以我的朋友很了解我。他说：“我看你的个，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个性啊，也可以参加童军团，可以参加爱爱社会，去参加救国团当志工，你就是应该很适合从政。”这个东西触动了我哈，就是觉得说我当初怕什么。我不想选举，因为我怕落选。我怕落选了以后我没工作，然后我没收入，然后我的社会社经地位要重来，然后我一辈子奋斗了11年，好不容易当上华视的采访主任，我竟然要去从事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这次勉强给你选上了，下次选举呢，4年后你又要来选，那你还不见得会选上。那从一个稳定高薪的工作换到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那谁要啊？所以包括我自己之前没想到，我家人都很反对，原因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一辈子弄得做工康亏，我那时候我大学没有去考高普考，没有去考代书，然后跑去从事新闻工作。新闻工作稳定以后，我个塔卡派克，我竟然跑去选举。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人生如果想通了，我想我的职业生涯，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职业生涯是30年左右。那30年左右，我第一个阶段10年在新闻工作，我对新闻工作已经太了解了哈。那我已经做到一定的一个程度，已经受到肯定。那我是不是我接下20年要做什么？好，我20年要做什么？我想说，我来选选看，哈，选上。哎，人生另外一条路开始，符合我个性跟志向。如果选不上，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想我再去找个工作，顶多不是当采访主任，再去当一般的记者而已，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哈。那我想薪水也还可以，那这样就好了。那不要求大富大贵，所以我毅然决然跑去选举。结果很幸运，我那次选举哈，非但没有用妇女保障名额，我省议员第一名。啊，就是，在台中省选第一名选上省议员，那没想到我当了省议员，当不到2年哈，省议会就被我搞倒了哈，因为那时候宋楚瑜跟李登辉搞翻了，所以呢，中央要冻结省政府，冻结省议会，所以我当不到2年省议会，省议会就停摆，那怎么办呢？那就我那时候就哎。那就去转战选立委，那转战选立委，从不同的管道去选举也很困难，也侥幸选上。那一连又当了6届的省议员。那其实我是媒体出身，我对于怎么样去包装，怎么样去行销，或者怎么样去办活动，我很清楚。可是我一直从政，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甚至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政治人物，我的一生要做什么？我奇怪，我很小就在想这些问题。有些人年轻会想生死问题，有些人年轻会想怎么发财的问题，有些人生会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发展你的志向问题。我很年轻就在想我的人生，我希望给自己什么样的定位啊？那当我30年后不工作了。那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我从你，这就是我当初从记者去转战政坛的原因。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这样子想，所以我自己在政治的工作上呢，我一直不急不徐，因为我一直希望保持自己。我第一届选第一天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一天我不当政治人物，我最后一天卸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最大的心力是克服压力啊。克服引诱各种东西，就是做我最初我自己。那我觉得只要这样子想，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简单，哈，都很简单。那但是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支持者，还有台中市民一直看得懂我，因为其实，在政治人物里面，很多人说我其实很平淡，哈，很平淡，好像没什么突出的表现，也没有新人的言论。可是我竟然能够7次选举。都能够当选哈，那我常常跟人讲，台中市民非常有水准，他看得懂你，他了解你，他会给你机会，所以这是台中市，在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台中市是这样子哈。那我在前2届最后2届立委的时候，那因为国民党曾经哈鼓励我出来选市长。因为那时候胡市长他自己也想交棒，二方面呢，国民党有些政治生态的问题，那曾经跟我谈过哈，但是我嘴巴不大，我都没有对外，我曾经找我谈过，就是要我出来选市长。可是那时候的整个人，因为胡市长做得蛮不错的，那我们觉得他应该继续。那第二个呢，在政治伦理上，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分裂的话，那其实鹬蚌相争哈，损人不利己。所以我后来连初选登记都没有，我就说我不要选。所以国民党曾经找过我选市长，但是我被我拒绝哈很高层次的人找我选，那这是很特别的例子，就是找你人是要选，啊无通选，啊你是找你选哈，啊你阁歪选。这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而且我那时候在国民党已经算是资深的委员哈，我大已经从事5、6届了，那所以。就找我选，那这次很相反，这次我打个派挺，头壳又坏掉了，因为国民党已经倒台了。上次不止把省议会弄倒，这次还把国民党弄倒，国民党就是在野了。那国民党在野不但在野，而且我们的党产清算全部被清算斗争，一毛钱都没有，没钱没人又在野的时候，我忽然自己跑出来说我想选市长，
因为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在我的政治旅途中，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好像要转弯的点哈，所以自然而然，我觉得这时候是才是我真正要选市长的时候。第二个，老实讲，因为我是一路上受到台中人栽培，那我居住在台中，所以我对台中的事情就是跟在座各位一样很平凡，那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变成什么样子？那当时台中的空屋，前两年空屋非常非常的严重，严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整个台中市是这么好山好水好人才地方，整个城市照了一个金钟罩。当你高铁一进来的时候，我每天哈往返台中跟台北去立法院，当高铁进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进到雾霾区有感觉吗？有吗？所以你高铁一进来，你从那边苗栗开进来，你就发现这个城市雾茫茫的哈。所以我原来的台中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台中人，原来台中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以前最跟台北人、高雄人最骄傲就是台中天气之后，空气之后，那是我们骄傲。曾几何时，我们比其他城市还糟。所以我觉得，当然这起来有因，什么原因你们都很清楚哈。我们的能源政策，我们的这个工商各方面的问题哈所产生的。那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政府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而且很可能政府就是带头的元凶，因为政府能源政策的错误哈。过去从孙运璇以下，台湾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台湾的电力来源就像鸡尾酒式的调法，有核电，有水电，有这个煤电，火力发电，瓦斯发电，各种调和，台湾又有电用，空气又不会污染，电价又合理。当你失衡的时候，当你说你家里每天不可以吃米饭，你只能吃面包的时候，那你的就会偏食掉。我们现在能源就是偏食，那以至于高度的仰赖我们台中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不只是全国最大，而且还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火力发电厂。有没有人知道？来看我一眼，有没有人知道台中火力发电厂发电量大到什么程度？核一加核二加核三的发电量不足，三部加起来还抵不上一座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大不大？核一加核二加核三的发电量抵得不过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所以它每天如果要十部火机组全开的话，要烧多少煤炭？烧多少煤炭会制造多少空污？那这个城市当然就是全面雾霾了哈。那么也因此呢，那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反煤的，为什么？英国、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在2030年要关掉所有煤电厂。2030年距离现在多久？11年后，欧洲绝大部分国家要关掉煤电厂。为什么要关掉？欧洲人又不笨，他为什么要关掉？欧洲是产煤的，他为什么要关掉煤电厂？就是制造空污。那英国更早。英国提早5年要在2025年关掉它所有境内的煤电厂。英国的2025年距离现在多久？6年，英国要全面关掉火力发电厂哈，煤电厂。那么我们相反，我们现在还到处在盖煤电厂，还在加机组。好，那所以我就为这个事情跑出来选举，跑出来选举，我觉得。我们必须地方市必须自己出来表示意见，而且我们也必须来治理。所以这个中火我上任以后哈，我上任到现在5个月，那这个是一个长期抗战，是一个艰难的抗战。那从去年今年1月到4月份哈，我们大力的整顿，少了四成，有改善40%，但是跟原来台中100%干净空气哈还差60%，所以表示我们还要努力。那为什么能少40%？短的来讲，我们天天盯它。你知道煤电发电呢，它如果要降载，我们常看到空气不好要降载。过去政府也降载啊，我当选以前市政府每天也在降载，可是为什么没成效？为什么我当了以后降载有成效？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我玩真的，第二个我真的要去给他了解啊。
我上任以来，我就派我的同仁私底下去找台电同仁啊，他们就说，原来过去降载都作假的，为什么？因为煤电的降载跟瓦斯降载，跟其他的降载是不一样，其他的降载的关掉，可能就不烧就不发电了，对不对？那因为煤电火力发电，它要降载，要经过十几个小时，要经过十几个小时，早上关到下午那个 ON 才停止，我中间在整个降温过程 ON 都得停，也一样，所以它到了晚上才会有效。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重点以后，我上任以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台中市政府现在发的空气预报都是提前一天？我们知道第二天雾霾要来，空气会不好或者更严重的时候，我们前一天就要求台电要关掉，因应第二天的这个更严重的空污。那这样子的话，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所以我们现在发的空气预报都是台中市政府发的，都是前一天的，不是当天。当天发现空污来了再去关再去降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是前一天发，好，大家注意到。第二个就是强力的要求改善呢，所以我上一任来先看他一张2000万的罚单，啊，就说你这个你因为要解决空污，他用了大量的化学用剂，化学用剂就导致流到水里面变成水污染，啊，那被我们埋伏的人员抓了几天几夜，他们没话可说，我开了2000万罚单，就强力盯他。那强力盯他，结果他开始有压力了。因为你开这么大罚单，他要到去立法院备询，监察院要来约谈他台电的负责人，你为什么被开2000万罚单？所以他现在开始，他说他要一方面来跟我们谈判，看这个火力发电厂何去何从；第二方面，他当然就开始现在看要怎么加什么设备来做这个中长期的一个改善工作。所以从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台中空污减少了40%，可是还有60%啊，我们还要努力。离我们以前还有60%哈，那这是空污的情形。所以那当然包括经济问题，包括其他题，因为还有其他人要讲，我现在先讲到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每次在人生的转折都是头壳坏掉，那可是我为什么敢勇敢的去转折？因为你想清楚了，人生是你自己的路，做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做你觉得做你觉得说最值得的事情。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的很多事情就会简单化，化繁为简啊，化繁为简，然后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啊它的一个成败。那因为你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欲望啊在牵引着你，所以我大概一路走来就是比较勤奋，然后用化繁为简，化繁为简，维持初心的方式在做事。那虽然这个方法是很慢的，也看不是觉得很亮丽的，那可是我觉得是适合我的，我也觉得是对得起我自己我的一生哈。那如果我要走，我是希望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人生会碰到很多分岔的地方、困难的地方、难以决定的地方，就想想看。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做决定。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谢谢。卢秀燕市长，卢市长哈，秀燕市长刚刚讲了几句话，其实有几个，我其实听到了几个感想。要处理空污，不是口号，你要掌握细节。你要方法，像我，他刚上任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不天天开罚单？他说我也要啊。他到医院来看我开刀，他说我一上台就命令我的环保局长，你天天给我开罚单。环保局长跟他说，语法不合，对不对？他说要抓到证据，而且证据对方呢，依照法令时间，要给他几个月的时间改善他没有改善，你再开下一个罚单。我本来想说，你就天天给他开1000万，他就倒了这样子，他就很快解决问题。他说 ：“No， 什么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他要掌握所有的细节。”那他自己就真的花很大的心血去了解几层几层每一个这里头的部分的故事。那中部火力发电厂，它其实是属于金氏纪录级，就是全世界第二大，从1991年开始盖。一直后来加载一直盖下去，
那当然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因为三一工程海啸的关系，那也受到了日本核灾的影响，也有很多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特别是也是我的好朋友刘丽儿，他自己在那个时刻就认为一定要反对核能电厂，那他的主张我可以尊重。好，那可是第一个，台湾不是日本，台湾不会发生瑞士规模9的地震，这是第一点。但我不能说台湾不会有核灾，因为很多核灾是人为操作错误，所以未必跟地震是有直接的关联性，像 Chernobyl， 像 Three Mile 三里岛，这两个核能灾变都跟地震没有关系。第二，你们知道吗？我常常告诉各位，日本发生核能电厂，我们台湾这一波的反核运动，主要是因为日本三一工程海啸提醒我们对核能电厂灾害危险的警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而日本有没有增加煤炭火力发电厂？我告诉各位，一个都没有。日本增加的都是天然气，而大幅增加天然气以后的结果，就是日本它贸易向来都是顺差，因为它是靠出口，跟台湾一样，它靠出口，然后所以它变成一直都是贸易顺差对外。它出现了贸易逆差，它主要的就是因为它进口太多天然气，结果那时候日本觉得它必须不是开煤炭火力发电厂，它必须重启部分的核能电厂。那哪些可以重启？那日本的核能电厂不是公立的，是东京电力公司啦、九州电力公司都是私人的，所以他们就有一群专家一个一个检查，符合规定的才可以运作。那日本也全面的发展绿色能源，在发展绿色能源，日本现在已经从工程海啸到现在，它已经在它全部电里头已经达到了7%，在节约能源这件事情上里头，三一工程海啸，当大家不要核能电厂的同时间，我们不会看到到处都是电。我常常到电视台秀芳，礼拜六我去的时候他不在，他们大家看我来，大家看起来很紧张，我就会在那个电视台一边巡，然后一边就关那个冷气机，然后就开始骂说，你们这些人在反核，根本就是伪君子骗人，这种天气冷得要死，你还开那么多冷气搞什么鬼，然后每一个人在穿夹克，你们全部都有病这样子啊！你们这些人既不关心全球暖化也没有资格反核，就骂他们。我们很多地方啊，其实银行啊干什么的，你进去都觉得好冷，都穿夹克。可是很可能那些人自己不自觉的，同时也都是反对核能电厂，或是反对这个这个反对那个的。所以因此日本做到的是什么？穿短袖，气温定26度，能够不开的电尽量不开，能够不用的浪费的电就尽量不浪费。但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就随随便便的一句反核，然后接着骗老百姓全部都开煤炭火力发电厂，接着再有媒体居然可以捏造说我们从日本进口来的煤炭火力发电厂现在都在林口啊，叫做无碳火力发电厂。我说我的天哪，这世界上还没有谁敢说煤炭火力发电厂，包括连天然气都没有人敢说叫做无碳，还没有人敢说，只有我们的台湾媒体，世界 number one 台湾之光啊，因为拿经济部的钱呢、金肝胆呢、拿经济部的钱，所以媒体被看不起是有道理的。第二，经济部也招待一堆记者去看了这个横滨的火力发电厂，这个煤炭的火力发电厂现在主要的进来叫高效能的发电厂，它其实技术来说并不稀奇，被吹得像什么一样，因为我们媒体都经济部招待，全部都不用功，他连上这个电厂的官方网站都没有，他的官方网站有日文还有英文，只差没有中文。官方网站上面说这个煤炭火力发电厂最大的特色叫做高效率，但是要高效率的话，它得先把整个温度啊烧到600度以上，因此就要先用掉很多的电。可是它可以把
比如说同样100吨的煤炭，发电是1.5%，我乱讲哈。那原来的像台中火力发电厂这种火力发电厂的机器呢，就是只有它的1/3，所以它也可以提高50%的效率。在雾霾的部分，它没有任何去雾霾的效果。在二氧化碳的部分，它可以降低25%。跟台中火力发电厂最不一样的是，它可以去掉二氧化硫。所以台北的民众是很笨的，他们以为台中的空气很差，台中的老百姓感觉很强。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火力发电厂在台中的是没有去掉二氧化硫的这个硫，所以你有的时候站在欧日高铁站，你闻到的味道是臭的。有时候它发得太厉害的时候，你开窗户你闻到觉得很可怕，把窗户赶快关起来，你还会咳嗽，觉得很不舒服。二氧化硫到身体里头对你身体不好，但没有雾霾严重，但是你会警觉。可是台北的雾霾因为去掉了二氧化硫，所以民众不知道，只感觉今天好像云多了一点，怎么太阳不太一样了，这个蓝天不怎么样。那我刚好住在山上400公尺，我每天好像从天堂到地狱，我现在的天堂也只是半个天堂，因为我有时候得到1000公尺。你知道吗？在去年的竹子湖啊，那个是离地面1000公尺的地方，每年现在都是在采海芋嘛，那个每个白色的海芋上面都有黑色的点，因为从林口火力发电厂的林口其实是那个在淡水旁边的一个观音山的左边，所以风一吹，西南季风的时候，它刚好就往淡水方面吹，吹进来，就刚好吹到了阳明山，吹到了竹子湖那一带，然后就掉落在1000公尺的海域，纯白色最洁净的地方，那个白色上面是黑色的霉点，那就是你的肺。这是台北的情况。那平常呢，倒霉的就只有吹西南季风，大多数时刻都是吹东北季风，所以一吹就吹到了桃园，还有吹到了台北盆地。所以我在现在的时间，如果从山上往下看，我的天是蓝，没有那么蓝了，可是还是蓝的。到了200公尺呢，可能台湾神学院那个点就没有那么蓝了，蓝加一点黄。再往下看过去，整个所有101那个地方都是一片黄。可是台北市的老百姓没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他没有闻到那个硫的味道，所以他没有台中市的人感觉那么强。事实上台北市很快今年7月，恭喜啊，他们都3座机组全部都会落成，恭喜他们。我恭喜不是真正恭喜，是讽刺的意思，就是台北市他就会有3座机组，所以这是卢市长好机会，我中电不在北送，你有3个机组落成，我要你关掉几座。但是呢，刚才卢市长这样对于政策的很多细节巨细靡遗，其实我想让各位学生里面听到的不是政策本身。我们现在有几个政治人物可以站在台上告诉你跟他有关的议题里头他知道什么是重点，这个重点他要怎么解决，这里头哪个细节是什么，他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其实这是我要提倡的一个态度，你们不管在哪一个工作里头，不要找借口，不要说大话，你一定要进入到每一个细节里头，你才能够把一个工作做好。那他其实讲话是很可爱，他刚刚一本正经，还骗了我很多年。我认识秀妍也很长一段时间嘛，哈。然后呢，我一直到有一次他跟他先生在一起，我们大家拍照，我才认识另外一面的卢秀妍。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看他秀芳，他也骗了我们所有的人非常多年，才发现谐星是他们家的共同特质。有一次我跟他先生要拍照，那他叫他先生来跟我合照。好，要跟我合照。你叫你先生叫什么？你记得你那天讲什么话吗？因为他，我先生是你的粉丝啊，所以我知道啊，我是他的枕边人，我怎么不知道他粉丝是谁了？然后呢，你说什么？啊，那个跟他不，因为你那，因为我先生以前不认识文倩姐哈，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那因为他一直很宠喜欢他，而且你的书都不是送的，是我先生都是自己去买的哦。
啊，所以你的书我先生都有。那也因此那天看到你啊，他就很兴奋。那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想留一张照片，就是哦，就是自己喜欢的作家嘛，哈。那他的，所以那天你就招呼他说，哦，可以来拍照这样子。我就跟我先生讲过，你报喜呀，啊。谈话你们听得懂吗？他赚到的意思啦，哈，就比较粗俗的话，就说你坦丢啊，哈，这样子，我就说你报喜啊，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像一般的粉丝看到偶像的那个感觉嘛，就很自然这样子。那你不觉得太考你不你平常不太像会讲这个话的人呢，啊？所以你的邪心都把它隐藏起来。秀芳，你来开始爆姐姐的料，来谈你们家的邪心个性是怎么来的？因为其实你们从小，虽然你们长得都这么漂亮了哈，可是漂亮没有办法当饭吃嘛，对不对？要缴学费啊，日子啊，干什么？你们这个邪心家庭的基因是怎么来？然后你们后来又怎么用端庄来欺骗了我们大半辈子？这样子，请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从今天开始发现入错行了。这样子，因为这个时间点呢，通常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刻，因为我的本业是播新闻，所以除非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或是家里有不可抗拒的事情呢，我通常不会这个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但是呢，我一看到两位姐姐召唤啊，今天一定要来。当然来之前呢，我是有点紧张，因为说话是我的工作。但是今天一位是我血缘上我最爱的大姐，一位是我专业上我最敬佩的大姐，我能讲什么呢？但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一下就明白了。今天呢，我的工作就是立正站好，对不对？是的，姐姐报告。但是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做好功课，做好准备。我觉得秀燕也是。那自从她当了这个市长之后呢，其实我们常常很少时间聚会，但我常常看到我们在聚会家族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她就开始戴起她的老花眼镜，拿出一大堆资料。我们在那边这个开心的吃饭，她就开始研读一些市政资料。你就可以看得到她，就是说她在任何的时间，就像文倩姐讲的，他觉得进入细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他从来不认为就是说啊，我已经是当了这么多届立委，我很熟悉，我是台中人等等，他从来不轻忽哦。那另外一个是善哦，我觉得善是一个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过了选举期啊，我觉得秀燕让我比较敬佩的是，在我看到，因为我是一个记者，我常可以从一个家人的角度观察秀燕，或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观察秀燕，是一个比较有距离的。因为我看过很多政治人物，我觉得政治确实是一个让人很着迷的东西啊。那当官当久了，当政治人物当久了，我觉得常会有一种政治癌。就是他一辈子他没有办法脱离政治，不管在任何的位置上面啊，他的言谈、他的举动、他的思考都是政治。但我觉得秀燕很奇特的是说，他只要一跳回家里面，一跳回这个公务体系外，我觉得他就会回到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姐姐的角色，或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妈妈的角色。那很多人就说你老是赞美他，那你要不要讲讲他的缺点？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他到现在还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啊，虽然我只跟他差4岁，但他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这件事情呢，我也就欣然接受，因为这样子他才会继续请我吃饭，我跟他出去从来不用付钱。到目前为止，秀芳，我就可以做证人，因为你从东森电视台来我们电视台的时候，你的姐姐送了一个礼物给我，只为了要我好好照顾你，而且他送的是婴儿用品，我觉得他的脑袋搞错了，我家也没有婴儿。OK， 继续。但是有一点我不需要讲，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能够进三家电视台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通常都是要有背景才能进入。所以秀燕呢，凭着她的能力考进了华视，哎，崩4年之后呢，我考进了台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你们一家有两个女孩进入电视圈，你们家一定有这个背景。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个党外杂志啊，上面就好像很有证据写说，卢秀燕、卢秀芳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两家电视台，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呢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叫什么卢光义呀，就说，然后我想说，奇怪，我怎么进了电视台，我爸爸名字也改了，这卢光义是谁，我也不认识啊。据说是一个国民党的大将军，后来呢，经过查证发现不是，然后又说我们是谁呢？因为当时的新闻局长叫邵玉明啊，他当时的太太叫卢秀菊。那所以我就又多了一个姐姐啊，就说是这个新闻局长把我们两个关说进电视台。所以后来那个邵玉明邵局长看到我之后呢，常跟我开玩笑，他说不是我把你们两个关说进电视台，是你们两个把我关说进新闻局的。
对，常会开这样玩笑。那刚刚我听这个秀燕这样讲，这个一路上啊，因为我是她的妹妹，看到她的更多的另一面。秀燕私底下呢，真的就像她讲，她是一个很鸡婆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常有时候一堆记者出去吃饭，出去玩，玩到最后呢，大家都精疲力竭。那到餐厅吃合菜嘛，每个人都累得半死，怎么滑手机？只有秀燕，你会看到她在旁边呢，帮人家拿筷子啊、拿碗啊、添饭啊等等，她就是很开心做这件事情。她并不是想说我这样，听到了吗？这是职业本能哦，一听到没声音就觉得时间到了嘛，这是我常常控制来宾的方法。所以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欢喜做甘愿受哦，确实，在他胜选的那一刻，其实我知道他要见的人太多太多了，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也没有传简讯给他，但是在心里面呢，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了解他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欢喜做甘愿受，我觉得有一个机会能够帮台中做一点改变是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所以在他的团队里面呢，如果能够跟他接近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市长有时候确实是蛮搞笑的，但是搞笑的那一面呢，我们常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这个开直播啊、网红的方式啊等等。但是我觉得秀燕他的讲法是对的，虽然现在网红很多方式可以很快速的讨好年轻人，但是对一个市长来讲，他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环保啊、文化啊、经济啊各方面，如果你再要这个把自己放在这个网红的这个位置的话上，确实有的时候会失焦哦。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说不管媒体怎么走，不管这个世界的风向怎么变，但是做自己很重要，回到自己的初心，也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说的善的这一面很重要。你的初心如果是希望让台中变得更好，如果是让你自己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过程的话，那我觉得就按照自己的脚步去走，再加上勤劳，天道酬勤，地道求善，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不变的。最后很短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去大陆的戈壁进行采访。戈壁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读过《西游记》啊，唐三藏呢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就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呢，在这个几千年前，他要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呢，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去跑戈壁啊，是一个风潮，很多这个企业家去跑，他们带着 GPS 定位，非常好的跑鞋，非常好的装扮，全套的防晒设备，有防晒乳。但是几千年前的玄奘什么都没有，他一个人呢，从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走到了印度，再回来，来回在路上走了19年。我抱着很大的一个好奇，想要去走过一条他那时候走过的路。但是现在呢，当然有公路，旁边还是不毛之地，其实跟他几千年前走过的那条路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那一带是无人区啊。直到我们去的时候，才会有短暂的 WiFi 建立，才会有短暂的水源供应。我们走的时候，全部都会撤回。我那一路上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在这么多年前，几千年前，一个玄奘他能够凭着一己之力，一个信念，我们现在是大队的团队人马，两三千人在上面，后勤补给非常的充裕，但他一个人九死一生啊，他靠的是什么？就是人的一个信念。所以信念确实可以非常非常的强大。今天我也好，秀燕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群，因为我们的背后呢，都有一群团队在支持，都有一群这个很可爱的一些民众在支持。所以在今天，我常常会跟我们自己讲，包括现场在座的所有同学，毕业季节到了，就很多年轻人，大家说现在是年轻人是草莓族，我一点都不认同。其实我们中老年人也是草莓族，遇到一点这个事情也会觉得很伤心。特别是我常听到现在很多人年轻人讲的一句话，说不读书去当记者，这句话我们听起来确实很受伤，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呢，记者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觉得记者工作呢，是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好的一个跳板，因为它让你呢比较低成本的站在一个世界的跳板上，可以远远的看着这个世界，可以明白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跟秀燕呢，都算是我觉得我们的资质都并不好，但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这个搞笑是生活上这个调剂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们的母亲遗传给我们，就是神经线条很粗。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还蛮受触动的，说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人说3824，一个人说3821。两个人吵，就吵了一天，吵完一天以后呢，就闹到了县府里面。这个县老太爷一听，
把那个三八二十四的人拖去给我打五十大板。打完以后呢，那个二十四的人进来就哭啊，说明明是他蠢，你为什么要打我呢？县太爷就说，你跟这个三八二十一的人吵了一整天，你还不够蠢吗？我当然打你，我不打你我打谁呢？这个故事说得很好啊，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很重要，心存善道很重要，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太多数不清的事情，太多一些破事，你遇到一些烂人怎么样，需不需要跟他纠结一整天？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我的母亲给我跟秀燕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因，就是我们都神经很大条，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受秀燕的这个触发很大，所以因此呢我也爱上了台中哦。我就跟秀燕讲，我希望能赶快把这个台中的这个空气真的把它弄好，将来呢我希望也能够搬到台中来定居来养老。好，谢谢各位，谢谢秀芳啊。你是以为有时间限制所以讲话那么快吗？在姐姐面前很紧张。在姐姐面前很紧张啊。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玄奘的故事非常的动人。对。你们两个人，你刚才听姐姐那样讲，你会不会也想去从政啊？这个问题受到秀燕的拖累啊。已经有无数人问我，那我虽然受秀燕的影响很大，其实我当初从事记者工作就是看到秀燕，因为她从事记者工作，她可以跑遍全世界各地，她可以跟她可能今天去采访一个农夫，蹲在农田里面跟这个农夫对谈，明天她采访的可能是总统，可能是行政院长。我觉得这种在这个台湾社会这个角落，在全世界到处跑的这个工作，真的非常吸引我，而且我觉得这是花钱让你去增长你的知识，花钱让你去学习，然后也受到他的影响。我大学我也去参加了童军社，但是我后来发现那完全不适合我，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清醒了，我跟秀燕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很确定这个从政之路确实不适合我。对，而且社会也已经够乱了嘛。那我可不可以搞一个笑话来请问你们两个人呢？两个人都长得漂亮。我不是，我没有，她很漂亮。她小时候很漂亮，我没有，我小时候都有自卑感。为什么会很漂亮？现在没有，因为人家到我们家都说啊，你妹妹好漂亮，真的讲话都很直白。你妹好漂亮，那我想我一定很丑，要不然她为什么只称赞我妹，没有称赞我呢？所以我从小真的有自卑感，这不，我就觉得说，可是我从小就因此勉励自己，我绝对不要靠美貌胜出，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真的不骗你们。但我好奇，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秀芳讲她的故事，还是在保姆家长到十二岁。那秀燕的身高真的有比一般人矮一点，秀芳的身高又比一般人高太多，你们是不是小时候的主食粮食有差异啊？就是那个保姆比我妈能干吗？保姆比较会养小孩吗？没有，其实不是，因为我小学到回到我原生家，回到我亲生的家庭之后呢，我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所以我常常晚上哭。那时候我妈束手无策，我妈不是一个很利落的一个母亲，她因为她工作实在是太忙。我记得那时候晚上都是秀燕哄我，还有我们家是榻榻米，大家知道吗？秀燕小时候坐马给我骑，真的哦，所以她长不高，我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下一个问题是我要继续说的，你为了要安慰这个妹妹，通常有的时候你是长姐了，好大姐，那不好意思，我也是我们家长女，我如果我家里跑出来一个妹妹跑到我家来，我实在怀疑我有你这么大的大爱，还会去安慰她。然后她如果又长得很漂亮啊，那又以为自己是娇娇姐，那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怎样？你以前也被疼爱啊，现在没人不疼爱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我大概没有你这个大爱，可是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妹妹？当时是你要特别给她爱。我觉得这个话已经不只是在问你跟秀芳的关系，我现在是帮很多同学问，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家庭里头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你怎么去看到别人的脆弱，而不去指责他行为里头某些你认为不必要的东西？这也是我的疑问哈，因为我那个世代的这个女生呢，如果大姐的话就长姐如母，如果是大哥的话就会长兄如父。那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为生活奋斗，那都没有很多时间料理家务，所以留在家里的姐姐哥哥呢就要去带小的，还要当爸爸妈妈角色去煮饭给他们吃啦，帮他们清洁啦，然后要照顾他们。可是这个我以为
哎，这是华人社会里面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像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的那个年轻的小朋友哈，那个姐姐跟在弟弟在吵架，哥哥在打妹妹，我就跟他说，你是哥哥姐姐啊，你应该让弟弟妹妹啊。他们都问说为什么？我要做我自己。所以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不太一样。我觉得社会会改变，那是不是有哪个时代比较好？也不一定。你什么时代？你比我小，我们家也没这样，是你自己也很古怪啊。可是我看到，真的吗？可是我看到很多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大阿姨都揍所有的妹妹啊，没有你这回事的。文倩姐，你不要再给秀艳错误的印象了，错误的观念，她这样才是正确的，对。是吗？你们哥哥姐，你们是长姐长女的举手。我也是。哦，那你们会很有爱你们的弟弟妹妹吗？不会。对啊，所以我现在有些地方有点，从此开始不要请我吃饭了。有点百思不太得其解。No, 但是秀艳，其实这是你个性的特殊性。你就是看到一个妹妹刚回来，然后也我觉得你有能力看到她身上她需要的东西，她的脆弱，所以你就坐马给她骑，你愿意照顾她。然后你知道妈妈很辛苦，你会贴心母亲，所以你既对你的母亲有同理心，然后你又对你的妹妹有同理心，你的自我其实并不大，这是你鸡婆爱爱什么童军社什么什么去做什么志工，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像我被孔孟教育教坏了。倒不是不是，我觉得是人的特质，这个特质也表现在你后来在职场里面啊。那比如说，职场里头会斗争，我们有看过你跟哪一个，你跟刚才你说了一段秘辛，就是说曾经有国民党还比较全盛时期的时刻，他们希望你出来，认为胡市长可能并不适任了，希望你出来竞选挑战胡市长，在初选的时候你觉得这没有伦理。那伦理在我们这一辈的人身上有的人有，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没有了，何况我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就是说这个社会搞政治的人是最没有伦理的人，但你有。那另外呢，我在立法院观察，比如说不管你已经从政多少届或是什么类型的，你也不会觉得说谁是你的后辈，你要尊敬我长辈，但你自己却会尊敬你的长辈。伦理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你并不要求别人。我刚刚讲的对吗？好。那其次呢，我们有看过有什么人跟你之间会产生重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也从来，如果有，也从来不会是你挑起的，也不会是你挑起的。你对人也没有嫉妒之心，因为你知道从政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有一种网红的特质嘛。那你很讨人喜欢，可是你不是属于那种一站出来像秀芳是非常漂亮，那有些人我们现在台湾是丑男当道了哈，所以他只要会搞笑抓抓头发，然后这个干什么的光头跟着月亮走干什么的，就越来越红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可是你似乎从来就是做你自己，别人是怎么红起来那是别人的事，你就是会觉得说哎，他凭什么，你不会这样想，你就觉得啊，我就没他本事，我就自己做好我自己。我想请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对，所以我就想请问你，就是说这个人格特质其实并不容易啊，因为我告诉你一句很有名的话，这是人性一个心理学家讲的啊。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就要求你自己一直往上，一直加分，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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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可能有个机会可以走到那个目标，但是大多数的人并不选择这个方式，他选择的是嫉妒跟批判，或者成为老酸民、年轻酸民、中年酸民都可能。为什么？因为嫉妒比较轻松，你不需要靠自己努力，你就把对方攻击啊，他们俩爸是这个什么姓卢的，他们的姐姐是哪一个姓卢的，这个比较轻松。如果你靠努力一步一步得到要得到这个位置，这是很没有到玄奘那么辛苦，但是相对来说辛苦很多的。所以这一刻你看到别人很成功，你可能羡慕，你可能选择努力，
你可以选择嫉妒，但你选择的都是努力，都不是嫉妒，这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想睡好觉，我很重视睡眠呢、啊。这是真的，因为我不想说我每天就是去烦恼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人生是我自己的，人生很短。我很年轻就在记者里面做到算是很有眼界的记者，我是台湾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的，现在很多记者还进不了中南海，我很早就进到中南海采访，看到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我采访过很多无数的人，我采访过很多的总统，可是都怎么样呢？也会老啊，也会过世啊。那所以我觉得人都不要太把自己拖大啊。那然后呢，尽量人生是你自己的，人生这么短暂，想想看你的一生要浪费在别人身上吗？要浪费在无意的生命上吗？所以你想不想人那每天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呢，轻松的睡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就把一些就化繁为简就好了。也想过会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想好好睡觉这样子。就说那你从来心里头没有过比较心吗？会跟自己比较，有时候会沮丧，就这个事情没做好，那个事情没做好，我以前这个事可以做得不错，怎么现在退步了，或者什么事我当初这个决策是错误的，那所以导致我要走这么多的冤枉路，那会跟自己比较。我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是一个很有趣的特殊场合，因为我每天开了肺，然后痛得要死，然后只好每天都在搞笑，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生病还是已经健康了啊。那另外来看我的朋友很多，那我家里的人都是我的长辈嘛，因为我是跟秀芳有一点像，但是我是更大，十七岁才回我妈妈家。那所以呢，我的舅舅阿姨都像我的哥哥姐姐，因为外婆是养大了哈，这样。那所以会很担心我疾病的，一定不是晚辈嘛。一定是长辈，那我都六十几岁了，你可以想想我那些长辈几岁，他们还想来照顾我，这还得了？所以我就赶快请了特别护士，让他们放心。所以呢，他们还是要从国外都跑回来，然后从各地都跑来，台中也跑去台北，然后高雄也跑去台北，然后美国也要跑回来，那每天都坐在我的那个病房的外面那个客厅那个地方，好像在开家庭聚会，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就碰到在医院碰到你一个美国回来的舅舅。是是是，然后所以他舅舅，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看，您也来看啊，那有几个市长来看，有几个总统候选人来看，那有几个现在有当立法院长也来看，有这个来看那个来看，什么什么什么都有，还有这个什么前任的院长，他说带来看。卢秀燕来看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你知道吗？还奇怪了，这个卢秀燕本来竞选的时候看起来他很平凡，怎么在你这里讲话这么有气魄，这么掌握重点的？我看他比某某那几个我们本来以为很厉害的政治明星，还真是好多了。不幸的是，在你来前面十五分钟来的人叫马英九的。但是他不是完全指他，他指好几个人。啊，也就是说，刚才秀燕其实她在谈她的故事的时候，我是告诉各位，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我们来谈她用的两个叫做资质，资质其实分成很多种，一个人的 quality 就是哎聪明，你的反应力很快，记忆力很好，什么诸此类，三两下就抓到重点，这是一种叫资质。可是如果你不努力，以你要做好一件事，光靠资质都不够。爱因斯坦都需要资质，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人。 Hawking 他那么有资质，他都需要努力，他才会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天文学家。每一个领域里头最优秀的诺贝尔奖得主，每一个一定都很努力，这很简单。所以不努力不用谈资质，就是 nothing， 你就是这样了。那可是呢，其实我就觉得他的感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电视媒体对很多人的报道是一分钟的报道，我们的 YouTube 里头都是快问快答，都是这种类型的，对不对？秀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时刻，往往那些所谓反应很快的人会在里头显示出很大的魅力。那你认为你这种所谓资质比较平凡的人，就会显得稳扎稳打，但没有那么出色。可是当你非常努力的时候，你坐下来给你二十分钟谈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马上区分出
这里头的差别，所以他才会很感慨说，奇怪了，这个卢秀燕当时没那么看好他，远远的，因为他们都是从电视从美国在看的嘛，他怎么讲话这么有魄力，这么抓住重点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很是一番人物。我做任何事情起初哈都不会被看好，因为起身炮都很频繁嘛，都没有说什么很惊人之语啦，或者比较大的动作不会。那所以我每次选举啦或转职会嘛，大家都不看好，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人家都说哦这个，可是我基本上很努力，以后一定会开低走高，啊，我觉得不要开高走低，啊，人生一定要开低走高。人生虽然不长，但是呢还是很长，所以呢一定要开低走高，稳扎稳打，绝对不要开高走低。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年轻人会着急。为什么年轻人压力来自哪里？因为有少数年轻人特别有机会，特别幸运，然后很容易啊，就是用世俗眼光来看功成名就。那你知道，绝大部分年轻人都会很紧张，因为他们即使他们对家人、对社会是有责任，他觉得说我一定要表现好，那我一定要让我的家族光彩，让我爸爸妈妈觉得教育我是值得的。那同侪之间的这个大家一起在成长过程中，我也希望能够有所表现。所以很多年轻人非常紧，我知道绝大部分年轻人是有压力，是紧张的。那所以我说现在的年轻，尤其受教育比我们那时候时代高跟普遍，所以大家就更想要表现跟求好。可是呢，哪有那么多机会？老实讲，那个少数这个比较早这个出头天的哈，是极少数，是极幸运，是不正常的。大部分人应该都像我们这样子，要就是勤能补拙，那龟兔赛跑，跑到后来是当会跑赢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普遍会有压力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可是我觉得人生不长，所以你要珍惜你的人生，做自己。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样子遭奸计。所以现在你看，现在诈骗集团那么多，就是或者去当车手的啦，或干嘛，因为大家都很想很短时间之内速食功成名就，或是有所收获。可是呢，基本上开高走低，这样不好。秀芳，你对这段话的回应呢？因为你自己在媒体界嘛，那媒体界，我们亚洲大学啊，中部火力发电厂发那么多电，怎么我们今天三个麦克风都快要没有电这样子 ？OK， 好，没关系。这个那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哈。刚才你讲说林口没错，前年开始林口还有大林，还有林口大林，还有这个苗栗哈通宵，一共增加了五部机组。所以我一直跟中央谈判说，你增加了五个部机组，那我台中有十部机组，那最老的那部四号机组，或者那在其他就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撤掉两部哈，除役这样子。中央跟我答说，那五部不是要补你台中的，是要补核电不足。那我说这样对我台中人不公平啊，为什么你补的东西是补这个不是补我呢？因为我的煤电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呼吸影响太大，而且是经年累月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都在谈判，原因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发动公投呢？地方公投啊，很快就过了。现在这个政府我们公投啦，也不承认啊。不是他总统大选他会怕。对呀、你要抓住他在乎什么？他并不在乎我们台中没有空气了。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台北现在一直增加机组啊？那他们难道把雾霾台北变成很差，他不会在乎吗？我说你台北都投给柯文哲，所以他管你去什么空气是你家的事啊。你西北市又投给侯友宜啊，这就是结果啊。你懂我意思吗？那他们现在觉得总统大选要决战中台湾，所以因为他在乎的是选票，那你就要抓住他的弱点，你就给他发动一个台中中彰投这几个地方七县市串联的地方公投，全部投给他看。那你就是我就是要你火力发电，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结合你们立委到总统大选里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他可以不理你，但是这个过程里头他会失去他的权力。如果他对政治只在乎权力这件事情，他就不得不处理你的问题啊。他上次深澳火力发电厂为什么关掉？因为李远哲威胁他，我要在你选前开记者招待会，
他立刻把它关掉了。他绝对不是为了扶植苏贞昌，因为苏贞昌必败无疑。所以对他们来说，对有些政治人物，其实不是民进党哈，我要讲不是民进党，对某些政治人物很在乎权力的人，他在乎的是权力，你刚好就抓住他弱点，他需要权力的那一刻，你就要狙击他，这样对不对？我有没有比较？我是比你坏一点。你是很有想法的。我们讲一点点高手，我可以最后利用一点时间，快到，我可以利用一点点时间跟他报告一个快乐的事。我觉得还算蛮快乐，拼快乐拼经济的方法。当然，我们要改善空污，那很重要，就是我们台中经济一定要好。那当然台中经济要好的话，长期包括我们工商投资啦、招商引资哈，这个都要做。可是当然，这种东西不会一时显现的哈。那我们最近因为每个暑假呢，或是年底呢。都是民众最高兴最消费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年暑假呢，台中市政府要举办第一次的官方购物节，从7月10号到8月18，连续6个礼拜要举行第一届官方购物节。那我们希望全国的民众想办法能够吸引他们到台中市来过暑假，来吃来喝来住来玩来买哈。那我们要怎么吸引他？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官方购物节呢，由台中市政府推动，结合我们台中数万的商家，大家一起行销。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台中全程 on sale。那我们要怎么吸引人家？所以我们今年第一届购物节，我要讲，接下来讲比较快乐的哈。我们这6个礼拜，前面5个礼拜，每个礼拜民众只要买。只要买超过500块，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哈，你就可以抽到一部汽车。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抽出一栋房子哈，这个房子要价值1000万房子，而且税金也拼一脚。你知道我们以前台中是办过一次消费券，然后希望大家来台中消费，用消费券，然后我们要抽一个房子，结果抽到那个人，胡市长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抽到房子啊，哦谢谢，不要，我再联络。大家很惊讶，那个人为什么不要？哦，原来那个人有做生意概念。我抽到一个700万房子，我要缴200多万的税。那我想想，我算了。当然，后来那个人后悔，因为听说那个房子700万，现在涨到1-2千万啊。那所以我们这次也想到，我们这次呢，最后一个礼拜抽出一栋房子，这个房子价值1000万，而且呢是连税金都帮你缴了。那这个房子跟我们跟以前办不一样，由谁决定？由大家决定。如果说1000万预算买这个房，对不起，这个房不是我们，是我们去募来的哈。如果有1000万的这个经费去买房子，买谁的房子？买在哪里？你中了1000万，这个房子不见你喜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请台中所有的建商来参加报名。你觉得你的房子价值1000万，你就可以来报名。然后我们会甄选出10栋来，那这10栋再由全民来票选。觉得哪一栋最好？好，如果说票选出最后那栋，我们就买那栋，然后那栋就当大奖。除了有一个房子以外，然后前面五个礼拜，每个礼拜抽出一部汽车，哈，那可以请大家上网看。还有，我们还送10个晚上总统套房。有人住过总统套房吗？一个总统套房，什么叫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大概住一晚呢，10万块左右。所以我们台中现在有10个饭店要提出10个总统套房给我们摸彩，所以我们最近观旅局已经陆续在线上推出什么叫总统套房，有些人应该去看看吧哈。那所以呢这个总统为什么一个晚上会价值10万以上啊？所以我们已经有请观旅局有请小编进去拍，最近陆续这10个总统套台中的10个好的饭店的10个总统套房，请大家在线上参观，那你说不定就摸到。所以很简单，你只要在台中市消费500块以上去登录一下哈，那你上网登录，对，我们到时候会公布哈，你只要参加上网登录一下啊，然后扫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然后呢有包括500块抽一次吗？1000块抽两次吗？没有如果你有消费10次的500块，每次要那就有10次抽奖机会啊。所以你每一次的消费都是累计的，都是你只要在整个暑假当中，你只要在台中消费，不管食衣住行通通算哈，那你只要登录通通算，那你就有这个。那所以有包括电动机车，有包括总统套房，有包括这个房子，有包括汽车。那所以欢迎大家今年暑假
到台中来过暑假，好不好？你把日期再讲一遍吧，你讲那么多春。7月10号到8月18，哈，7月10号到8月18。那第二个呢？现在请大家陆续我们的奖品陆续开始公布哈。像这两天我看到观旅局就已经推去拍了2-3个总统套房，后面的7-8个会陆续铺给大家看。然后我们这个建商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房子哈，我们会甄选出10栋，我们也会铺在网络上，请民众去看，全国民众看，然后大家来票选，选出一栋，最后就送出那一栋哈。那连那个我们欢迎所有商家加入，所以连那种夜市的商家，我们说都欢迎他来，他来跟我们登录，我们就送他一个 QR code， 他就立在他的那个摊贩那边，民众只要跟他买超过500块，这个 B 一下，民众就可以参加抽奖，只要买超过500块，住食衣住行超过500块的，只要你扫描一下，通通可以参加抽奖。所以暑假不要回家了，好好，就留在台中等汽车跟车子好了，还有总统套房。好，谢谢。说各位哦，好，谢谢。谢谢卢秀燕市长，谢谢秀芳，特别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客困难了，特别来到我们的课堂上，这个他牺牲他的节目来，这个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请林嘉欣董事长上来赠送礼物吧。这是我们亚洲大学的董事，哈，谢谢。